这大过年嘞，演员老重男轻女，叫我气嘞，年都过不好。那这大过年嘞，没必要伤和气，这是啥情况呀，美女？这昨天不是上老街去给俺老拜年去了吗？啊，那俺那几个老表，他一人给500块钱的现金，这到我个儿了，年我也给他拜了，磕、啊、头我也给他磕了，到我个儿给我两块这东西，咦，可叫我气坏了。当时要不是俺爸妈磕呢，我都你妈都得给他扔了，这分明不都是重男轻女吗？俺老我之前都听俺妈说过，从他俺妈小的时候都重男轻女，到现在还是重男轻女，这我都不明白了。现在都已经反了，人家都是谁家都想有个小闺女，这到他哥还是这个样。首先啊，看你年龄不大，美女。首先，你见过这个东西吗？我没有见过，这脏不拉几的，谁会要它呀？哦，那你这没有见过它，你了解它的价值吗？我不了解啊，这东西他跟我说是银的。那我买过银手镯，俺妈给我买的、啊。对，那一个不才100-200块钱，比这重，这能值多少钱？是这样啊，咱们年轻人啊，遇到不了解的东西啊，需要多了解、多问、多学。在我看来啊，恁老这不是重男轻女，而是重女轻男。啥东西重女轻男？我跟你说，他给我聊这，我当时我都想了。嗯。他不行，他现在他对我不好，他重男轻女。等他老了呗。别想让我帮他，我也不会去照顾他，叫他都叫俺老表去请照顾他了，请给他买东西了。你还是没理解，美女，你误会老人了。刚才我就说了，你姥姥啊是还是喜欢你嘞，给你的东西绝对远远超过那500块钱的现金。首先我给你讲一下吧，因为年龄比较小啊，这个是银元，在现在已经属于无价文物了。那照你这样说，它是非常值钱吗？还？确实能值不少钱。首先给你看一下吧。两个都是大清，大清宣山啊，又被称为大清神龙。因为元梁之争啊，大部分的宣统元宝啊都是以元为单位的，但是也有以七件二分为单位的。然后看你这两个的状态吧。首先啊，大清最贵的版啊，就是阿后点，在这个位置，阿这后面有点的话，它就比较贵，能直接让大清翻倍。但是你这两个都是普通的，但是普通的也不错啊。大清啊，由于它特殊原因吧，只发行了一年，发行时间呢较短，存世量非常少，也是龙阳三剑客之一。而且大清相比其他银元啊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其他的银元啊全部是满文在这个位置。当时啊，由于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，当时就有说法嘞，说这个汉字啊包围了这个满字，早晚有一天清政府会被推翻嘞，所以说啊就把满文啊提到了主权上面。然后看你这个状态吧。这个状态的话还是可以的，原汁原味老宝浆，这应该是挖出来的，牢牢应该是精心保存的。看一下背面，背面龙鳞基本上是满龙鳞，但是可惜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道特别大特别大的划伤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也有划伤，这个位置划伤，还有这个位置，这都有划伤。虽然说这都是一眼开门的，但是好状态的银元是好价位，次状态的银元就是次价位。这个我给你估到4000-5000块钱以内不成问题。4000-5000一个吗？对。那你说我还错怪俺姥姥了呀？应该是。首先问你个问题啊，你结婚没有？没有。没有结婚啊，这说明老人啊特别关心你。因为啥吧，姻缘谐音，你念个试试，就是姻缘，寓意呢就是美好的姻缘。从民国啊就有很多人就利用姻缘做陪嫁了。哦，有这寓意是吧？对。然后再看你这个状态吧。你这个状态的话，宝浆也是比较厚的，然后主要看一下，你看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有铅戳，银元有铅戳啊，它的价位就下降了。然后再看你字的这一面，字的这一面，你看这个划痕，这个花字位置啊，也磨损的比较狠，还有这个位置也是个戳记，还有这个位置也是戳记，这个有戳有划痕的，我能给你估到4000上下没问题。咦，这两块还怪值钱了呀。那你现在想一下，是不是误会老人了？那是嘞，你这一说，因为我本来年龄小，我看你家又没有见过这东西。所以说当时给我的时候都可生气。年轻人啊，碰到不懂的事物太多了，多学多问，别着急上火，特别是对自己亲近的人，无论他值钱还是不值钱，都不能那样说自己姥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这在老人看来啊，他就不是单单价值4000-5000块钱那么简单，因为这种晚清开始就已经有了。当时民国的时候啊，也特别混乱，条件也不太好。你想想，他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在老人心中啊，这都是无价之宝了。而且啊，像这种无法再生的真元啊，以后会越来越贵了。有啥说啥、啊？
你要光前3、5年啊，翻番这个银元的价位啊，到现在是直接是翻倍的。虽然说今年啊有所回落，但是也是受大环境影响嘛，所有的都有所回调。这个东西啊，好好保存，别弄脏弄坏了，给自己的后代传下去，绝对是一个传家宝。中中中，这听老板讲那么多，又为老板上了一课，这我回去得对俺老好一点了。对对对，这是应该的，孝顺老人嘛。中中中，谢谢老板。